期五，第十一天。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做游戏了。拿着你的沙袋，听我口令。We're gonna shake it, shake it, shake it slow. 晃晃。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Shake and shake. 摇一摇。一、二、三。Now we'll shake some more. We're gonna 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一、二、三。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摇一摇。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一、二、三。好极了。停，听我的口令，坐下，闭上眼睛，来听音乐吧。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Now we'll shake some more. We're gonna 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Shake and shake and shake and stop. 思维影像训练。小家伙，昨天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觉得我们的魔法旅行很有趣呢？今天想去哪里玩？今天球球要带你去看看漂亮的瀑布，哈哈，等不及要去了吗？来来来，坐上球球的魔法南瓜车，我们出发喽！闭上你的眼睛，走喽！听，好大的水声啊！抬起头，哇，你看，瀑布啊！远远看上去像是挂在山间的一匹无比宽大的锦缎，它是那么白。仔细一看，才看见水在流动，像无数条白龙从山崖上冲下去，溅起的无数浪花飘飘然然地随风飘散，又落了下来。站在离瀑布10米远的地方，都可以感觉到水珠儿在飘散，洒在脸上是那么凉爽。瀑布可真是漂亮啊！听说那个动画片里的孙悟空就是从瀑布后面的水帘洞里钻出来的呢，不知道他的家是不是就在这个瀑布的后面呢？真想去看看啊！这个愿望可要我们下次去实现了，因为现在要回家了。呼啦呼啦，球球的魔法南瓜车要返航喽，回家喽。睁开眼睛，看看屏幕上面的画面，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呢？观察训练。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去游乐场喽，出发吧。闭上眼睛想一想，一共有几个秋千啊？小朋友，照片里有没有麦当劳叔叔啊？你一共看到了几个小朋友？睁开眼睛，再看一看。刚才好像没有看到麦当劳叔叔，这回看到了。
两个叔叔好像有点不同，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看你找的对不对。肯德基老爷爷也来了，咦，怎么有两位呢？哪里不一样？我们请麦当劳叔叔和肯德基老爷爷一起去游乐场玩吧。视觉影像记忆力训练。嗨，小小记忆家来了，出发，彩色拼图来了，先热热身吧。怎么样？看谁拼得最好？公布答案了。比赛正式开始，准备好了吗？来喽！是个正方形耶。让妈妈检查一下吧。彩色拼图真有趣啊，再来一张。长方形，拼对了，妈妈亲一下。快来快来，最后一张啊！这个形状好奇怪哦。我们都要做拼图冠军。好了，让我们再重新看一遍吧。小朋友越来越棒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